哎，大家好，刚有看到那个积木被车子撞到的画面，对不对？其实啊，这个啊，很多时候啊，都像我们的人生，哦，你本来很努力、很努力堆叠起来的东西，一瞬间有一个事情不经意的进来呢，你堆叠好起来的这个事情，你计划好的事情，你建构好的你自己的理想，就会破坏掉了。那，命理学之所以存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呢，常常在人生中间啊，你本来预期好、计划好的事情被破坏掉了。因此呢，大家都会希望知道说啊，到底谁会来破坏这件事情？哦，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破坏这个事情？哦，到底我本来想好的东西会不会有所变化？哦，那个我很努力的跟这个男生交往。那他是不是会长久，或者是不是其实最后会有人介入？我那个跟我老公感情不好，那我希望要离开他，那是不是可以顺利的离开？还是说这个过程中间呢可能会有所变动？人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都会没有安全感，所以会害怕于自己内心规划的事情有所变动。这个是命理学存在的价值跟需要，所以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去了解哦，你那个要去考个试，你会去求神，然后会来去算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慢慢发展出啊，慢慢发展出这种各式各样的命理学，各式各样的命理学。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呢？因为啊，我们呢利用紫微斗数啊，设计了一套牌卡，设计了牌卡。那牌卡一般呢，因为西方的塔罗牌做了很好的推广跟宣传，所以呢，大家看到牌就直接联想成塔罗哦。事实上呢，这些牌卡的工具呢，其实就是一个占卦的工具，就是一个利用你自己的感受跟灵魂，然后去理解老天给你的讯息，理解老天给你的讯息。那，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有那么强大的灵魂，可以直接那个听到老天给予的讯息。所以呢，我们需要透过一些工具。哦，简单来讲呢，就好像，老天想要跟你说什么，老天想要告诉你什么，可是你没办法理解。哦，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翻译机，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沟通工具，我知道说他想要传达什么讯息给我。这个就是所有的占卦的起源跟由来，也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命理学的起源。哦，人类对于命理的了解啊，是来自于他对环境的观察跟他的第六感，哦，跟他的第六感。哦，所以牌卡这一类的东西呢，哦，或者是说抽签这类的东西呢，哦，很适合那种第六感很强的，哦，或者是很适合那种呢很感性的人的，作为他的这种那个预测未来跟能够趋吉避凶的工具。那你想想看，所有的理性来自于文明，那人类最原始的呢只有感性的部分，哦，所以这个是最贴近我们自己灵魂的，然后完全可以利用自己那个力量的一个预测工具。哦，那也因此呢，它是一个比较好推广跟流行的。因此事实上，在传统的命理里面呢，本来也就有这种牌的东西，哦，本来就有这种牌的东西，只是后来啊，随着我们传统命理在命理学，不管是八字或者紫微上面很精确的技术的发展，那这个部分呢就开始比较示弱，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大量的那个庙宇，那庙宇里面有签的这个工具，所以就这种占卦的工具呢，就相对来讲就不如西方，哦，慢慢的失落。那西方因为他们的庙是不能够抽签跟占卦的，所以呢，他们在这种牌上面呢，就会做比较多的发展。哦，那这个好的工具呢，我们利用了紫微斗数的概念，哦，然后紫微斗数里面本来也就包含了易经的运用，哦，因为紫微斗数本来就是易经的进化版。让你更好使用易经，更方便的使用易经，而不会读起来好像很厉害，用起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它帮助了你这样子。那利用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呢把它延伸出了牌卡这样子一个更让大家容易理解跟掌握的。好，譬如说我们很多的同学他没有办法去对于星耀做很深度的联想，好，那我们就呢可以利用牌卡上面的图案，好，你只要看到牌卡上面的图案，直接用牌卡上面的图案去联想它，你就不用背那么多的文字。这个是当初牌卡被设计出来的原因。事实上呢，整个华人圈啊，除了我之外，有很多人设计的牌卡，然后也有塔罗牌，国外的牌卡，各式各样的这种牌卡的占卜工具，所谓神谕卡啦，或者是那个禅卡等等的工具。那很多同学，包含我们自己有很多使用牌卡的人，他自己本身都是可能是塔罗老师，可能是占星的老师，在用我们这套牌卡。那有很多人对我们这套牌卡有很大的兴趣，都会想说，哎，为什么有的老师他已经会了塔罗牌，还需要来学紫微牌？甚至学紫微的同学会觉得说，那他看紫微已经很准了啊，他干嘛还需要这个牌？那这个牌到底跟一般的塔罗牌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可以在那边告诉大家说，为什么学紫微的人需要学牌？因为牌是个简单的工具，好上手，好练习，让你很容易掌握星耀。那有些事情呢，除非你的斗数学到很高段，否则有些事情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很难去判断这个。譬如同时有十个男人追你，那到底哪个才比较好？很麻烦。斗数当然有解决的方法，可是牌可以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就让你做到一样的水准，很好上手。那或者是说有些东西它是没有生辰八字的，譬如我去看这间房子，这间房子到底买不买得到，斗数当有技巧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你要学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可是用牌很快的两三个月的那个牌的训练，你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水准，相当的方便。那这个牌呢，另外一个是大家会疑问说，那这个牌跟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塔罗有什么不一样？这中间就要提到刚刚前面呢最早大家看到的那一段，叠起来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外力进来，让它产生破坏。东方文化里面的占卦系统，也就是易经的系统呢，基本上呢是所有的占卦系统里面最强的、最精确的，然后最细腻的。这中间有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啊，易经的占卦系统里面呢，有一个绝大多数的占卦系统所不存在的东西，叫做变卦，叫做变卦，变化产生的卦象，变化。我们的人生中就是因为很多的变化，你需要去预测。但牌所用的力量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自己的第六感，也就是中国人在讲的天人感应论。我们自己的第六感，我们的灵魂在跟我讲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所以一般我们抽出来的牌现象是什么呢？你就是只能看到刚刚镜头刚开始叠起来的东西，当下的现象，当下的局势。当下现象，当下的局势。所以我常开玩笑讲说，那个打麻将也是一种，你知道，也是一种抽牌。我牌拿起来，我就知道说，哦，我会清一色，我很接近清一色。但是我自己会不会真的清一色，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打那个扑克牌拿起来，哇，三只大老二，我应该这一赌会赢。可是我真的会赢吗？我是看起来抓了一手好牌，可是这个就是牌卡在占卦的时候啊，一个小小的缺点。牌的现牌摆出来的现象，不管哪一种系统，牌摆出来的现象就是你当下的局势。我拿了一手好牌，可是我拿了一手好牌，是不是一定打的会赢，一定可以赢了这一局？我拿了一手烂牌，是不是一定就完全没有机会？因为我拿的牌很烂，但是如果另外三个很笨呢，我还是有可能会赢嘛。那易经的概念呢，就把这个事情放了进来，也就是变卦的概念。所有的牌的迹象都有可能产生变动，有可能产生变动，有可能从好翻坏，有坏翻好，乍看很好的情况，最后可能不如意。可是这个是绝大多数啊占卦系统没有办法那么直接去演绎跟诠释它的。那我们呢，因为紫微斗数本来就是以易经做体系，然后以占星
的逻辑呢，来去演绎易经的整个卦象，那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把这个系统呢结合在那个我们的紫微牌卡里面，那我们设计了一个变卦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紫微牌呢分成三个体系，主星、辅星。主星跟辅星呢两个凑起来可以去做出现象的诠释，然后可以罗列牌阵，然后去解释很细腻的当下现象的行为，而很精确的有最后的一柱，最后一柱长生牌，有十二张的长生牌去告诉你十二种细微的变化，也就是我原本应该有的情况，那我有没有可能有所变动，有没有可能有所变动。那透过这样子的排列组合，这组牌就会产生出无穷无穷尽的细腻的组合变化，然后可以利用这样子来去了解，我当下跟这个人抽出来的牌，跟这个人在谈恋爱，我抽出来的牌很好，他也喜欢我，然后他家人也喜欢我，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很棒，可是会不会有变动？变动的情况是什么？好还是坏？那事情不见得只有好坏，还要有很细腻的点，那我跟他问题在哪里？什么东西会产生我们的变动？那我们有另外设计了一组十二张的这种变卦牌，然后可以去碰撞原本的现象，让大家知道说那中间有什么变动点。那知道变动点，你就可以晓得怎么样掌控它，怎么样可以改善它。这个是我们设计的紫微牌卡呢跟绝大多数的牌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它迷人的地方。那透过这样子的设计，甚至可以精确的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控制那个局势，跟拿捏到那个时间，在什么时间点里面这个东西会出现。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很努力的要推广这个牌给大家了解的原因。那欢迎呢如果自己有学习紫微斗数，然后呢希望快速可以上手，可以做到预测能力的朋友，可以来参加我们那个紫微斗数牌卡的课程。牌卡课程呢由我们学会两个很可爱的老师，那个多年来呢我一对一，然后慢慢手把手教会了老师，然后来教授大家这个牌卡使用的技巧。也欢迎呢很多原本在使用塔罗牌的人来开来试试看我们的紫微牌卡，它中间呢让你会感受到不一样强大的精确实力。谢谢大家。